拜拜了。因为我要把你啊包产倍儿馋的那种状态录下来，一骑绝尘，还舔还舔，其实是有还想舔，是不是刚才没被烫着？还舔，哎呦哎呦！后面引刀快速过渡到大引刀，打这个雪中石 PKD 的钢背还是很难。你还有个神谕者，对，他只能用需要按热摩很肥，赶紧掏个盖边出来。你知不知道烫？你知不知道烫？又开始回避我的眼神，啊？又开始回避我，改变，改变。你知不知道烫？你知不知道这玩意儿可烫了？啊？这边刚背的醋马上到时间了，还要舔，还要舔是不是？选择搓一下，还要舔是不是？从阵容角度来讲 ，LG 这个阵容，说实话不是很怕夜王。还要舔是不是？当前版本的强度来讲，你看你毛毛，咋又翘起来了？就是我前面在三十分钟间，但是我随着三十分钟或者宁可飞雨烂了，这口也得吃到，是不是？很小，反而是有点后面打不过这边的蚂蚁，是不是？是不是飞雨烂了都可以？但是这口吃的不能不吃，哪怕烫死自己，是不是？点可能还还要甜。你看你那小舌头一直在动，你小舌头一直在动。这边轮到了，还舔，还换了一个，还想换一个舔。还是有一点点小失误的，酱油频繁倒地，有点洒。因为光法一直要去处理这个线，还想换一个舔是不是？也无可厚非吧。问题不大，反正现在这个优势，然后包括这一波开悟，主要围着当妹打，应该可以。珍珠，我听着没？然后我们把声音最小，回来。还吃？还要吃？咋的？缺家里缺一少食了还是咋的？还是大黄米好吃？不要掏我嘴，珍珠，珍珠，你不要掏我嘴巴，我嘴巴里没吃的，我告诉你。改变，刚才已经给你点鸡蛋黄了，也给你点鸡蛋清了。为什么现在还想吃我的汤圆儿？你咋不去掏别人的嘴？又想去吃，又想去吃，是没被烫着？是没被烫着？嗯？咋就那么馋？珍珠，你就看热闹，去桌子上。哎。你还拧的？干嘛？不要咬勺！不要弄勺！你要干嘛？你还知道不能在桌子上待着？那你咬这个勺干嘛？哎呦，我要聋了，珍珠。哎，好吧，哎，好吧，好吧。